家今日份的穿搭，是一套的西装加短裙，就是穿了这个靴子，这套真的上身非常显瘦，而且它这个肩膀就是非常自然，一点都不像其他的有些很夸张的垫肩。它整体的上身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它这个西装设计整体就是又休闲又正式的感觉。因为今天我是要去参加我朋友的生日聚会嘛，所以就是穿了这套。我也会去穿一个大衣，因为晚上可能外面会冷。天哪，我站在夕阳这里好高哦！今天的夕阳真的是很温柔。现在去找朋友的路上。我这家店的氛围真的非常好。现在刚到家，今天一整个有被我朋友甜住，就是在听甜甜的爱情故事。真心的希望我朋友能够一直这么甜蜜幸福下去。大家晚安。